哦，好多气石哦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要放六颗气石在那边。拿了，这边也不能先收起来。可以啊，如果想收也可以收。是可以收，那收吧，别人收吧。我们慢慢的从厨房一个松动的木块探出头，然后看到一个很高大的马基欧巴桑跟很高大的厨房。又是这样。然后马基女士就是欧巴桑呢，现在正在试图踩死大量涌出的蟑螂。非常多，有六只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蟑螂大师。会有一些蟑螂大师。我不用担心，蟑螂大师。然后呢？受不了我。柯林就是王子说，我们必须想办法帮帮他。洗一下。是，然后把蟑螂洗。蟑螂又要洗掉，所以这局没有二十五。没有，这边就只单纯。太好了，蟑螂大师。盗贼就说，我觉得不用担心。不不不，盗贼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谈谈这件事情？然后那只就说。嗯，你是害怕了吗，胆小鬼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基女士就大喊啊，有老鼠啊！啊！他就拿起扫把来攻击老鼠。我们要被攻击。那在这里面呢？这一回合里面，蟑螂他会优先去偷，这边放六颗石。哦，要那是我的气势。偷完就是我们拿不到，对，额外奖励。但是我们也不能拿，我们要想办法阻止蟑螂去拿气势。那我干嘛保护它？我不能拿。因为如果我们把蟑螂打败的话，我们就会得到马基女士的盟友的成就。哦，这边偷完了，他们就绕跑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状况是，当我们杀死一只蟑螂的时候，我们要丢一颗骰子。嗯，如果没有出现星星的符号的话。马基女士就拿扫把打你，那这蟑螂被打死的蟑螂就会回，就是又回到这个地方。他打错就对了，耶、yeah ！我搞错。然后在这回合当中，蟑螂呢都是以偷气死的目标，所以他不会先攻击。等到气死都偷完了，他就会开始攻击、嗯。那气死一样满了之后，就再生一只怪出来。哇！然后那个时间走。哇哈哈哈哈好了，那这回合，哎呀，是老头，我要先动。哎、哦，我先拿个气势，我不是首先。因为这个是桌子嘛，你会发现它这边是红色区域，所以只有这个黄色边边可以走、哦。那黄色边边它有个箭头，逆箭头走都是要扣三点行动力，也就是说你掷出来的行动点数加上你的原本的移动力，你可能爬不上去，你就爬不上去喽。你可能爬不上去。但是如果要下来就是顺箭头移动的话，只要一就可以。这正常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花费一个行动，我们来架一个钩子，哦，就可以直接爬上去。但是要花费一个行动来。那个比较刚刚有人捡，不然我刚刚就离开了。离开了。刚可以回去捡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哦。探索回去，像要是第一次，我哪会知道啊？对啊，就走了。哎。你走回去，那个戒指就被吃完了。对，没错。回来之后，本来那个蟑螂模型不够用，这回合老头我先呐、啊，老头我就先来杀蟑螂一下。杀？射桌上的吗？射桌上的，太赚了吧？射桌上的，射桌上的看不到啊，看不到。哦。所以我就先随便打个这边的好了，来吧，蟑螂去死吧。看来真没有哎、欸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老人，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选老人家的，我好伤心。要移动吗？要移动一下。刚刚不是给你短剑的吗？你怎么还在射钩？啊，因为我还是装备原本那一只啊。哦，好啦，我来走。你们这回合结束来换个装备一下。我来走，我来爬这个啊。一、二，人先到这边。好，要换个装备。要换装吗？我觉得普攻比较强势。换普攻的话，就要走近才能打，好吧？你上来就等于就是一个。啊，这上面是上面没有个。哦。换谁？换谁？再换蟑螂、欸。蟑螂哇，那没办法。蟑螂的目标就是潮气死的。嗯。刚才上面他们不就几乎拿到拿定？对啊，拿定啊。所以蟑螂移动一步。你要投，就是蟑螂。这上面的就是投一颗骰子，看有没有出现鲁鲁的标记。如果有的话就，就投。哦，在上面投两次。投两次，没有。再一次。没有。蟑螂的移动就不会有这个限制，它一样都是。就一步上去，一步登天。因为它是蟑螂。好，那换我了。再来换王子啊！王子来了，一颗的，碰到就。因为它差点掉下来。五步，五步是吧？不错啊，你要上去杀他吗？一二，哎，三四五刚好上去，刚好三，对啊，刚好上去，哎、先普攻砍掉一只，我拿错只，
你为什么拿盗贼？对啊，真的。杀！干掉他们！杀！气势大师！气势大师！哇！暴击了，那暴必死啊！不用等死，那必死，那必死，必死无疑。这句话好熟。因为魔兽的那个，是不是魔兽？是兽魔，好是兽魔。你必死，你不是不但差不多打暴雪，换我吗？换你啦，大块头。好，我最后，不错嘛，半条线撑那么久，我不打算上去啊。半条真的，你等一下要不要选个腿腿短的？腿短的去打那个，我直接四颗先杀一只这边。哇，暴力！气势大师，气势大师，气势大师。其实失败了，但是我拿到气势大师，你是气势大师，拿到气势乘以二，可以干嘛？拿到气势乘以二，哦，这么指定另外一个也得到一颗，哇，你踩到气势，有气势可以让别人拿到一颗，对啊，好棒啊，气势大师，给他快点，给他，对啊，我上汉文试做，真的之后才有，在之后，哇，应该是有气势大师，是啊，你要移动之后啊，那算之后，就痛一下，嗯，来。一步，基本一步，先靠近嘛，靠近有机会再上去。对啊，先靠近嘛，有机会可以慢慢爬哈。对啊，然后再来是盗贼喽，盗贼玻璃心，你要上坡吗？四步，四步上不去，上不去，要五步。那我就，那我还是要先走上去啊，只能先在走吧，对啊，然后先砍掉一只，砍掉一只，砍死啊，砍死啊。哦，两点哦，他防御多少啊？一，防御是一啊，就直接死一只了。其实会死啊，其实直接我就拿掉一只，哦，是哦，因为他防御最多也会打一嘛。哦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就再又是老人家，老人家又换你了，你要移动一下吗？有没有那个专心赚气势的行动？对啊，专门赚专门赚专门的气势。老人家好伤心啊。可以给人家吗？哎，好像不行。可以啊，可以哦，他可以就是共享。少说嘛，给我气势，那你就拿气势，你不是可以两倍吗？两倍啊！如果用气势的话，可以用智力，就是丢三颗，就用智力。他没气势，暗示你他没气势，他没气势哦，他没气势。我可以给啊，等一下换你才能给。没关系，我先来打这个，我现在换近战武器。近战应该给你弓箭，弓箭有没有看到转职？弓箭以前天堂的战斗法说拿，哦真的，你看这样就会一加一，但是有防御，然后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挡一下。我，哎呀，没挡住，打死了。啊，你打下面的，我打到上面，你有打到。哦，我来打上面的，交给我。哎，那蟑螂先打，蟑螂先，蟑螂先吃，先吃。蟑螂移动，然后吃气势。移动先，先吃或先移动吗？移动多少？一步，是一步。这时候就要说，斜的不需要换，人家斜的，他没有那个的问题啊。他哦，他直接上去，上去就飞上去。蟑螂可以飞啊！好，现在我们要丢的是要丢吃，有吃丢移动。好啊，不谢谢啊，下一次再来啊。然后太简单，各种先移的移，各种 re， 没关系，我可以剪前面剪后面。对啊，好，气势会过分的发能力。我想让你们多行动，算了。我不知道我要哄，对，我要激励你。加油，加油！你先丢一栋，这是一栋四步，先累积四步，先攻击。我又可以上桌，我可以花三个行动，那我可以花三个行动把人拉上来。对啊，我可以花三点移动力把人拉上来。气势大师有什么功能吗？扔到气势可以分给别人。扔到气势的时候可以让那个指定一个人也拿到气势。对啊，超强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然你这样讲，好像信气使得永生呐。一加一，攻击力一点，加一点，加一个气势，加一个气势，一点就砍掉一只就可以。可是要先丢防御啊，可以吧？来啊，防御随便拿，谁扔都好。因为当然有一点防御，不会挡住的啦。哎，挡住嘞！哎呀，砍歪了。再来是那个大块头飞走了。闪躲，啪啪啪啪，啊 miss， 搭载高机能飞行功能的蟑螂，那就先移动上去好了，先上去啊，上，上去之后还是三，还是不用，要，哎，刚刚好上来的，刚刚好，锤他，我们要从这边再回去地下吧，我们才能够通到这一块，啊，这边颜色不一样，这麻烦。哇！小狐狸，小狐狸的话就多强，远程暴击耶！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五个哦，
你怎么会呢？好，换到你是你是那个锤子拿起来，咻咻咻咻咻，然后想烫下来。是索尔，索尔，手咻，丢太远了。移动的飞走了。二加五，那基本上就是我先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要跑来这一个吗？看到几张了？对啊，当然。以剧本来讲，为什么要可以不用跑吗？是可以支线啊，剧本就是叫支线。黄阿姨被蟑螂攻击，对，我们可以其实不理他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不理他，所以有可能这支线就是失败。他是我非玩不可。因为没有非玩不可，只是说玩了之后听到马西加阿姨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救他，就直接跑掉。对啊，所以不是支线啊，这种英勇的性格，我们古道乐场对。只是救了他之后，在后面的章节他会帮你，绝对不会是因为我们想要拿气势，他不敢砍章。我已经走上去砍他，揍他一点，我来反应一下。哎呀，送他一个气势吧，他死掉了。送，看他就因为我杀死一个，你又偷他一个气势，没有没有，是赚到一个气势，赚到一个，我不会偷。但是这上面还是要放一个，因为他不是老鼠，老鼠的话你会偷上面，你就不知道老鼠砍掉一只，死掉了。那我要干嘛？我。哎，我可以花一点架钩子是吧？再来换谁啊？这为什么没有人架钩子？你们那边丢对啊，我想说就算了。就我们大家很累，在排队，哎，上去了没？然后我好架钩子，我们已经上去三只算了，不用架，不用架。好，你干嘛突破盲点嘞？没有人想架他。换我，柯林，我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哎，换柯林吗？对啊，你不是张能动啊，换我的。没有，刚刚是他。哦，刚刚盗贼动。然后换老头现在没有办法用远攻哎。搜索。换武器比较好。哎，你说不定搜索到比较强的武器。对啊。真的，好啊。那搜索一下好了。搜索。顶多搜索。看这个拖把。既然上面都没怪，我也可以先移动过去再砍。你上面来的。哦，已经移动。哦，你就在平地移动哦，当然也是哈。上来了，那比较强。四步上来了，一，直接到隔壁杀他，普攻杀他，普攻比较强。真的，战斗法师好了，一点，然后防御一下，防御一点，防御一下，丢一下。没有哎，那这是很弯了，好，弯了，另外一个打法都丢了。真的，另外一把这样埋起来，当做柯林王子先，你当还要闪速度，当王子那么久，终于知道其实自己精湛。哦，当然是自己喜欢弄，那就我爸终于在今天找到自己的专长了。两步，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去喽。那你就再丢一颗，看有没有气势。没想到有，没有哎，他都抽不到气势，吃不到吧？好，换我，柯林王子。啊，一步一加二三步，这不重要，我要搜索。搜索一下啊，搜寻啊，搜找地毯式搜索。没有，下一位，换工匠。那我要打他吗？不打他吗？好了，我可以丢四颗，说不定又出七十。对啊，你出七十比较好嘛。七十大师，七十很多哎。有了。一点。哎。哪有啊？这个是没有的。防御，挡住，不要死，挡住，死，不要死啊！干嘛给他打不是很好？这不是洗气死吗？这是洗气死。对啊，就我们人家洗气死，我们故意用攻击动作来洗。然后呢？现在打完了，丢一个移动。啊，接下来要再回去喽。二加一三步。哎，下来只要。我刚忘记一件事哎。你打从一开始不是这种杀死蟑螂要发生一次？哎。杀死蟑螂，我们都忘了，我到底都忘了。杀蟑螂，就是杀死一只蟑螂。那只马吉女士会扫把挥过来，拿扫把打。哦，我忘记这件事情，从头到底都忘，真的。所以总共杀了几只蟑螂？六只啊，来，我们要不要挥六次？好，来六次，来六次，我们杀了。可是那不就耗费行动了？也是啊，我怎么就行动了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来不及啊。我下去给你比较快。我今天移动是三加三。哎，那我还可以下去上来哎。刚刚已经鬼打墙一轮了，我还可以下去上来。他们会觉得他们看重播，你知道吗？我移动就打字幕就十分钟，移动有五，那我可以。